我前夫家拆迁了，听说分了不少钱，啊，你跟我一起去要钱呗？你前夫家拆迁，你要去要钱？是啊。你那是你前夫，又不是你老公，你去要钱，你有啥资格跟人家要钱哦？可是之前我跟他在一起过啊。在一起过就应该分那个拆迁款嘛。是啊，给我点补偿怎么了嘛？真搞笑，那是人家的钱，又不是你的钱。我知道不是他的钱，不是我的钱了，我就去要一点补偿费呀。哼，要啥补偿费用？那是。你跟我一起去要呗，啊，你跟我一起去，我胆子大一点。就我跟你去要你前夫家的钱，啊，你没毛病吧你？啊？我没毛病啊。哦，我跟他这属于情敌了，知道吧？什你么还让情我跟敌啊？你那去是拿？前夫。你去，我再有勇气一点呢，有胆一点，你去给我评评理嘛。我让我去评理，我可不是坏人了。我告诉你，我也不想当坏人。这哪是当坏人呢？你这件事情，你就本来就不对，你就不应该要想着要去拿钱。站在这个事情的角度去想啊，我告诉你，我还要站在你前夫来谴责你呢，站在你前夫角度谴责你呢，啊？我你说们你，俩都已经离婚了是吧？你还有啥资格去问人家要钱呢？我都说了要补偿费啊！以前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太穷了，啥也没有。啊，现在有点钱了，我就要点补偿，怎么了嘛？合理的。哎，我说你这个人呐，你会不会换一个角度想一想啊？你看，如果说我家也拆迁了，是不是？也有分到钱了，哎，但是我前夫也来问要钱，你说你会给吗？我为什么要给呀？对呀，你都不给，那你都知道。那我前夫做我前妻不对呀，是吧？那不一样。怎么就不一样哦？我可不想，我可不跟你去啊！我不跟你去，你不去，我自己去啊。你自己去。啊。哼，你去那里你会被打，我告诉你啊！你怎么胳膊总往外拐呀？怎不么是老胳是膊把总别往人外都想得那拐，么坏呢？我是为你好。你别总是想着要拿人家的钱，你已经离婚了，你为我好，你就跟我一起去要钱呢？你跟人家已经离了干干净净了，是不是？那人家的钱是人家的钱，不是你的钱。我都说了要一点补偿，你怎么就听不懂呢？老是胳膊总往外拐。哎，补偿能有啥补偿啊？你这个，啊，对吧？青春，我跟他在一起几年了啊？这个也算一种补偿吧。而且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也没有什么钱，啊，都没过过好日子。这我告也……诉你，如果你拿这些问题、拿这些原因去要钱的话，你是一分拿不到的啊！怎么会拿不到呢？你就别想了，那钱没用的，你想那钱干啥？拿来花呀？干嘛跟钱过不去？你去不去？不去，我自己去。我不去，你也别去了。我告诉你，去这种没用的。你管不着啊，我自己去。哇呀！